3月2日，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首都机场，热烈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阿尤布·汗总统是应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首都数十万人热烈欢迎阿尤布汗总统。3月4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尤布汗总统以及其他巴基斯坦贵宾们。毛主席和阿尤布汗总统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首都各界10000多人3月1日集会，支持朝鲜和日本人民反对韩日会谈、废除韩日基本条约的正义斗争。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河大主席郭沫若都在会上指出，日本佐藤政府和南朝鲜朴正熙集团进行韩日会谈、草签韩日基本条约，是美帝国主义推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计划，亚洲各国人民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圭、日本阿部氏次和菅田富太郎都在会上严正声讨佐藤政府和朴正熙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进行的罪恶活动。棉纺厂细纱车间的落纱工人每天都要用手把4000到6000个纱管及时拔下来插上去。纺纱工人每天还要用40%左右的时间来打扫飞花。上海国棉六厂的职工大搞技术革新，研究创制成功了代替这两种手工劳动的机器。使用这种自动清洁机管理10000个纱锭，可以节省3个劳动力。这是落纱联合机，比手工操作提高生产效率30%。这两种新工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代替了工人的繁重劳动。
湖北省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修缮工程队，坚持大搞技术革新，改变了施工现场旧有的落后面貌。电动传砖机把砖送上了五层楼的房顶，代替了工人们肩挑背驮的繁重劳动。用轻便吊杆和杠杆车把千斤重的混凝土构件不费力地安装在房架上。他们改进操作方法，把各种新工具结合起来，成龙配套进行施工。6年来，这个工程队坚持政治挂帅，年年都超额完成施工任务，成了武汉市著名的先进工程队。2月27日，在北京体育馆举行10单位举重比赛。这是广东省23岁的最轻量级选手陈满林，为了祖国的荣誉，满怀雄心壮志的陈满林，准备创造推举世界新纪录。第一次试举失败了。观众们热烈祝贺陈满林，以118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推举117.5公斤的世界纪录，登上最轻量级推举世界纪录的新高峰。促进技术革新，迎接生产的新高潮，哈尔滨、长春、沈阳3个城市机械工业战线上的代表在沈阳聚会，许多金属切削能手表演了各种先进刀具，介绍了先进经验。沈阳重型机器厂刀具大王金福长介绍深孔套料刀和深孔蕊棒切断刀，这是一种节约钢材的先进刀具。福长创造的大宽刃金刨刀提高功效10几倍。哈尔滨著名的劳动模范苏广明表演他自己创造的装配式硬质合金端面洗刀，这种刀具提高效率6-7倍。这是哈尔滨的江奇恩创造的圆球洗削头，只要几分钟就能加工好又圆又光的圆球。这是一次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线薄取精的大会。